你看我过于热，一直把我折得成你。哦。我就留些痘痘子下过去。看，像这种发黄着都不折。这里是这痘痘子，把就下过的。这两头这还得正好是折是好。摆好，可别倒了。嗯。老于，吃了一串上火。新房子连开吧。谁开的豆角放进去？豆角发的我就老吃了。这大河可别刮！哎呀，我刚才前去帮我擦的，没有结。没有。啊。光是围豆角。对，这是我的一帘幽梦。那你们叫骑鸡的，不叫骑马的，而且是骑大公鸡。我还去玩。这晒了一大篮篮子，都晒这些，吃上一半，丢上一半。用温水浸泡。肉倒到凉水里，葱姜，料酒，这肉炒哈是，上面这浮沫一样，和面啊，现在和一点面，一盘子里面倒一碗玉米面，这是一大碗。用开水烫一下，打两个鸡蛋，给里面放些白糖。给里面放些发酵粉，再倒一小碗焖面，面发凉黑吧，过倒油，少倒一点油，冰。先冒泡泡，把肉倒进去。葱姜、花椒、桂皮、蒜放进去。你看肉这油炒吃了，这里面加一点酱油、蚝油。
一点点加水。下水肉不下，下水肉大的肉我最肉，最肉肉，你看那奶头肉大不大？大肉。大肉啊。怎么前一根拧才对的？哦，少剪，才少三十分钟。好好的豆角切成节节子。给里面放些盐，豆角倒进去。再切几个饼，这个才烧二十分钟。这才叫个香，肉淡乎了了的，能白头，能白头。啊，嘿，猪肉干。你口肉一口馍就上。豆角。从前哪有点娃儿和娃儿吃到这么肥的。对，我俩游乐园儿跟娃儿起来，擦下吃。娃儿吃肉。豆豆。豆豆香。美不？美。我要说美就会说美，啥叫啥？割韭菜不对，这叫啥？忘了。我说话一段落一段落，对，不一样。嗯。